我还是误会了，有些话我还是要跟你说清楚。你说什么我都听。我非常感谢你今天可以跟我说这些话，谢谢你。但是我们俩之间已经过去了。 是我误会了，不过也好，把这么多年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谢谢你给我时间，让我跟你道歉。 部队训练辛苦，也是照顾好自己。我会的。跟我们的过去彻底道个别吧。 说完了，也轻松了。你去忙吧，我还要继续采访呢。再见。也保重。 燕子，珊珊，你没去采访那个技术员啊？人家忙，不接受采访。别说采访的事儿了，你跟你的天高哥哥谈的怎么样？他有没有向你表白啊？别忘了。 葛参谋，你找我啊？对，我想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。我在执勤，就几分钟。好吧，你找我想说什么？我不是想采访你，我想以个人的名义跟你聊几句。 跟我有什么好聊的？昨天的事情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做好功课。昨天的事情也不能全怪你，我也有错，我不是针对你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另外。 我现在和天高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这。
我知道你是个人，一心只想着别人，从来不会优先考虑自己。通过这两天的了解和观察，你和廷哥的关系不错。我们只是战友。 临时战友，那好。作为战友，希望你能好好的关爱他，不管是不是临时的。既然选择，希望你能坚持下去。这场采访马上就要结束了。 其实我才是临时记者。再见，葛参谋。祝你们演习顺利。 喂，如果还有采访机会的话，你既然选择了，为什么不坚持下去？ 出来都老些日子了，怎么一点卖家消息都没有啊？请求到更远的地方收药材，家里不同意啊。应该尊重家里的想法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去沿途打探一下消息，如果卖家往这儿赶，人多车多，就算晚上也不能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咱们分头行动，每天晚上会合。 怎么样？同意。老师，二哥，等会儿，走了。你老老实实给我待着。老马来消息了，伤势差不多了，情况也汇报了，很快能归队，这事儿啊，他去。不是，二哥你这么信不过我啊？信不过你，当时我就反对带你出来，现在出来了，你就得听我的，知道吗？你。 说话不算数。人参鹿茸，虫草灵芝，有啥说啥呢啊！人参鹿茸，队长，团员，我呢接受处理啊，怎么处理就说吧。你接受，我不接受。 哎呀，我这名字呀，对得起爹妈啊！石磊落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对不对？有错了就是勇于承担。那个，教练，你说，这怎么处理吧？今天柴副处长跟我们开了个会，便把这件事情报到吕里，吕里最终决定。怎么决定的？ 等这场演习打完之后，把你调离校狼特战队。这样吧，演习结束之后，我跟旅长说说去。这个决定其实并不是因为这场事故，其实上面早就有这个想法了。关键考虑到你对爆破、榴弹式武器的研究比较有成果，所以可能会把你调到军械机构。 专门研制榴弹武器。哎呀，听到这个想法，也挺难受的。不过，旅长说的对，不管在哪儿，都是为部队做贡献嘛。对。
换个单位嘛，是吧？也算是我的老本行了，就是不能再待在萧冷了，这仗还没打过瘾呢。好好打完这样再说吧。报告，赵小元，队长，我有话要说。说，要惩罚，就惩罚我吧，反正我这个草包，我也不会在这待着。你能不能别让大胆哥走啊？这个特战队不能没有他。再说了，就这些事儿啊，全是我的责任，全是我引起的。我好奇，非让他给我展示什么无线电炸弹。教导员，我胡延碧承担全部责任。关你什么事儿呢？哪都有你是吧？大哥，就是我的责任。教导员，队长，我接受处理啊！我先回来。行了，就不是炸弹的事儿。丹丹，干嘛呢？别郁闷了啊！你这都要去当研究员了，哎，你以后研究一款手雷吧，就叫黑蝎子，咋样？哎，让敌人一听，闻风丧胆啊！到时候我也跟着争个弯儿。你这小子啊，少拿我开涮，一边玩去。没有，说真的呢，天腾哥，来，快把药吃了。热水来了，哎，吃药吃药，赶紧把药吃了吧啊！什么意思？是送行犯呗？呸呸呸！又瞎说，赶紧把药吃了就好了啊！这药不能吃，吃完了害困，一会儿还得站岗呢我。哎哎，那个呼延，来来来。给你大胆哥捶捶背，伺候着。这是我的长项啊！哎，大胆哥，行了，我也没事儿啊。一天到晚，兄弟们，我这是日盼夜盼呢，总算把他给盼走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自打我和赵猛来了特战队，他就一直欺负我俩。我估计门神知道这个消息，都能高兴哭了。肯定的呀，班长们。大胆哥又没有让离开部队，那更惨，跑到别处祸害战友去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保不齐。哎，你知道人家是怎么评价咱们一中队的吗？说大胆最拽，准星人最快，小玲最乖，哎，骇客最菜，蝎子最坏，不是蝎子最帅。哎，俩人说相声呢。行了啊！哎呀，你们一个小子没心没肺啊，搁站岗去了啊！不陪你们玩喽！哎呀，谢谢啊，大胆儿，我陪你一起吧，反正我也睡不着觉，歇着吧。师傅，那我先回屋了。哎，静。莎莎搞到了一部分资料。对，时间紧急，只能下载一部分。这已经出乎我意料之外了。有了这一部分资料，我们就可以跟黑豹谈条件了。单俊那边没有动静。杨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睡不着，所以过来陪你说说话。
安涛，你是不是还在为大胆哥的事难过呢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这每个人都有离开的时候，不是吗？安涛，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该为自己想想，别让自己太累了。我就是一操心的命，正常。安涛，其实我特别想问你，假如有一天你脱下军装了，你会去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世界上吧，有些职业你一旦选择了，就很难放下。军人就是这样的职业。这身上的军装好脱呀，但这心里的军装不好脱。我们只是战友，临时战友。那好，作为战友，希望你能好好的关爱他，不管是不是临时的。既然选择了，就请坚持下去。蝎子。真没想到你的诗歌朗诵的还挺好的。怎么你也知道了呀？这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哎，没看出来，狼头还挺有兴致的，还想听你朗诵诗。都是瞎闹，这不是刚被他训了一顿吗？不是他让你读的？当然不是了，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都是周虎那个傻子。非让我读什么诗？周虎让你读的？啊！哎，行，不说了，走了，丢人。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不知道，你反正也听不见。其实我想过，如果不是在备战阶段的话，我觉得你也挺好的。但是
等演习一结束，我就要离开肖郎特战队了。哎，到时候啊，你要再带我去一次流星湖，可不是因为车又坏那儿了，而是真心实意的要带我去一次。我跟你说一个秘密啊，那天呢，我在许愿泉许了三个愿望，一个给我爸妈，一个给我哥，最后一个愿望，我是为你许的。我希望当时的你可以早一点恢复队长职务，带着战士们打一场漂亮的仗。你这个人啊，多重人格。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平时是一个什么样子，不过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现在距离两个月内的演习规定时间越来越近了，一想到演习完我就要离开这儿，心里真的……我还有一个秘密，不过可能要等到演习结束之后才能够跟你说了。葛大妈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来多久了？我这刚来没一会儿，我这听你自言自语的，没敢打扰你啊。那你都听到些什么了？没听到什么，就听你说不想离开肖郎。我今天有点睡不着，所以我就出来散散心。我呀，也快离开肖郎了。为什么呀？难道就因为今天那个？也不全是。这组织上啊，想调我去军械部门。那这个是好事儿啊。好什么呀？离开了肖郎，就再也不能穿上咱们这身作战服了。哎呀，大胆哥，你这样想也不对。你想啊，你是从事武器研究工作的，如果换一个地方，可能你就可以发挥更大的能量呢。对，说法没错。这穿着这身军装啊，那走到哪都是人民子弟兵，对吧？嗯。哎，就在这生活这么多年，舍不得。兄弟们，说句实话啊，我这睡觉唱歌的毛病大家都讨厌，我知道。我还记得刚来的那一会儿，我怕吵着大家，就用胶带把嘴封上。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胶带总是不见了。大胆总是嘴上说烦我，可是我知道，都是他半夜悄悄起来帮我把胶带撕了。他这人啊，就是表面上不招人待见，可是这心里啊，比谁都热乎。大胆哥，他知道我的家庭条件。他今天给了我一张2000块钱的银行卡，密码竟然是我奶奶的生日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，可能早就替我准备好了吧。
哎，谁说不是呢？我刚进萧郎那会儿，求度不行。哎呦，他就天天激我，说我是孬兵，把我气的，啊。然后他就天天带着我训练，每次训练还都跟我一起下水。那半个月之后，他就直接请假了。后来老班长跟我说，演习结束之后，哎，他那身外伤没好利索，都发炎了，所以直接就去医院了。我现在啊，都不敢回宿舍。看着哥几个的脸嘛，就想着在一起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。哥，你别这么想啊！你想啊，战友们哪有在一起一辈子的？等你以后有时间，你可以再回来看他们的。对，这是我的家。我肯定会回来呀。尽快通知下去。队长，一个战士家属的电话，转接过来。哎，你好。对，我是他的领导。啊？是吗？好，我让他尽快给家里回个电话。好。不客气。怎么了？怕什么来什么。喂，支书，你说我奶奶怎么了？小梁啊，你奶奶她昨天晚上走了。孩子，他天天念叨你，盼着你，你赶快回来啊！赶快回来！回去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啊，你奶奶生前啊，家里一张照片都没找到，这总不能这个时候拍遗照是不是？要是有的话，就赶快发回来啊。等雅琴回家，咱拍一百张照片，都洗出来。咱找人画，找人画啊！哎呀，
点回来啊！你奶奶把你带大，也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。这发丧啊，下葬啊，这哪一个可都少不了你啊！啊，快点回来！肖导演。带他走吧。没事，我快走。我什么都没留下，他就让我走了。这个假克服什么困难都得请，咱们军人是有血有肉的，小梁这个孩子命苦，是人家奶奶一手拉扯大的，我可不想我们的战士像我从前那样内疚一辈子。刘队长，我已经问过吕里了，如果小梁想请假，这种情况是准假的。行，那就这么定吧。你问问啊，小梁家里边需要什么，别让人家孩子一回家就为这事发愁，咱们能想什么办法就办呢，给人家赶紧解决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报告。进来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我们来给狼头送新修改的方案，顺便想聊一下这个方案。丁哥，嗯，你这个当队长的表态吧。我态度很明确啊，小梁必须回去。只不过我担心啊，因为小梁在队里不但是突击手，还是通信员，他的岗位很重要啊。如果现在他离开部队的话，对我们的行动肯定会有影响的。你有这个顾虑我可以理解，虽然是在特殊时期，但是我们要从多方面来考虑这个事情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可以从别的中队调一个队员来顶替小梁的位置，别有什么顾虑了。行，我觉得没问题。这样吧，我去办这个事儿，先走了。
卡。小梁，过来。班长。班长呢，也帮不了你啥，啊，这张银行卡拿着。班长，这卡我不能要。听话，啊，这密码呢，是我儿子生日，我也就写在这后面了。到时候你用不上，你回部队再还给我，啊，来拿着。班长，你我的这钱我真的不能要，而且大胆哥的他也给了你。他的是他的，我的是我的，拿着。哎呀。班长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对，啊，用得着用不着有个准备。那你在外边，我们不在你身边，需要的时候你找谁啊？对，拿着啊。谢谢班长。小梁，那个哥也不知道说些啥能宽你的心，啊。这孩子现在说啥他也听不进去了。哎，小梁，还有一个事儿啊，我从教导员那里呢已经知道你家庭的地址了啊，我从你家附近跟我之前的战友都打好招呼，今天就会过去几十个人去打打下手啊，谁说咱小梁没有亲人没有兄弟啊，咱们都是，到时候一定给奶奶风风光光送个终啊。班长，行了行了，不哭啊，不能哭。我明天就走了。班长，你们好好打，就像副队长说的，这演习明摆着咱们是肉，可我们是带着骨头的肉，我们不光要割掉他蒙古里的牙，还要卡住他们的喉咙。小梁，这打仗的事儿啊，你就别跟着操心了啊。梁，踏踏实实回家啊，别多想。你们采集的所有资料交由我们研究审核之后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发送给各位媒体记者的单位，你们回去写的所有稿件也要交给我们再次审核。我再重申一遍，这一次审核的主要内容是军事机密，而不是言论本身。为了这场演习，双方经过了严格的备战，做了大量的保密工作，为了演习能够顺利开展，希望大家谅解。再次感谢大家的采访，下一次采访的时间地点我们由相关的部门联络大家。说实在的，小梁这一走，我心里觉得特别不踏实。你说他平时在的时候，把所有的事儿都管得井井有条，咱们只管打仗，不用管别的。是啊，这小梁要是真离开了，咱们配合起来肯定更费劲了。十二个人的小分队，雷子没了，张敢走。这小梁又要临时走，这下一步的战术配合，我觉得得重新调整一下。昨天我听狼头跟老队长说这事来着，狼头啊，他那也是无奈，他没有办法。这不，他们正在研究新的配合战术。就像副队长说的，这演习明摆着咱们是肉，可我们是带着骨头的肉，我们不光要割掉他蒙古里的牙，还要卡住他们的喉咙。昨天我听狼头跟老队长说这事来着，狼头啊，他那也是无奈，他没有办法。这不，他们正在研究新的配合战术。
彩的世界，全力地保持着期间，让毅力填满荒野。踏上勇士沉入寂寞尘土，奋力地抵抗着荒芜，无畏冷漠的远方。嘿，流汗的锋芒，流泪的心伤，流血的战场，飞向击退我信念的防卫，集结勇士们的勇气，视死如归般不屈，将阴谋踩在脚下，全部都碾碎，将阴谋全部碾碎。Yeah。